你看，这些稻穗快成熟了，在这好山好水所种出来，这些稻米在我们台湾非常畅销的，这些就是池上乡、护理乡的稻米，他们就用两边流下来的溪水，然后再种这些稻米，所以在我们台湾本身知道是这里产地的稻米，它的价格都特别好，因为这些稻米都非常好吃。这边已经收割了，你再看看上面营务那边，我们刚刚就是开车从营务的这座山横越过来的，你看到前面这个小凉亭，这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，叫做东里火车站。